大家好，我是小威。今天我们用奇异果做成一个玫瑰花。首先我们将奇异果的头和尾给切掉，接着我们用快速的刀法去掉果皮。我们将奇异果切开一分为二，接着我们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。搓拍成一字形，把奇异果片转成一个圈就 OK 了，一个玫瑰花就这样完成了。我们用刀小心的将它拖起来，然后放进盘子备用。我们用极速刀法再来切两个玫瑰花瓣。又是一个转圈圈，大功告成。最后我们摆盘展示一下，今天的视频就是完成了，大家喜欢小白的朋友们记得关注留言一下。